石墨烯是目前世上最薄也是最坚硬的纳米材料，用于单体振膜上能实现高音质的声音表现。 Hello，Sky， 今天要来开箱一款被国外科技媒体龙头 TechRadar 跟五颗星平等以及 T3 Gadget 评比为 GPS 智能手机最佳配件的 BE Sport 4 运动蓝牙耳机。 虽然说是开箱，但其实厂商寄了两组给我，所以我已经使用过了两周。那我在看我课表都知道，我四天会练完全身，所以两周基本上重训动作我都试过了，使用起来十分的舒适。接着我们就直接来开箱这个石墨烯高音质的运动蓝牙耳机 BE Sport 4。盒子打开之后，它这边有一个缺口，有没有？缺口把它翻开之后，用我们的手勾着，直接一拉，就可以轻松的把它拿出来。哦。 而且拿出来之后，我们白色盒子一样，它上面有一个缺口，这边有一个小箭头，我们看到啊，接着用我们的手指一样，然后进去之后，往外一拉，就可以把盒子打开了。那里面就长这个样子。上方这边是我们耳机本体，那下面有个小盒子，我们把它拿出来。小盒子，耳机本体，那拿出来之后，底下这边有一个很像信封的东西，打开，噔噔，里面是。 说明书，Aptoma，上面会有教学，上面会有长压几秒是什么功能，短压几秒是什么功能，上面都讲得很清楚。然后接着，我们来带大家看一下这个小盒子里面装了些什么。这个不用说，大家一看应该都知道，这就是一个耳机包，让你外出的时候可以挂在任何地方。然后里面还有这个鲨鱼鳍。 这东西做什么用的呢？这东西就是可以固定在我们耳轮上面，让耳机更加的稳固。这个东西叫双层耳塞，我拿出来给大家看一下。好，这个东西叫做双层耳塞，让你使用起来双倍的服帖，双倍的稳固。还有，替换式的耳塞就是一般的，它有附四个。这东西我就不拆了，它就是像上面这样子的耳塞，可以做替换用。USB 充电线。 打开给大家看一下 ，USB， 然后一头是充电用的。好，没了。啊，这个小盒子里面就是这些东西。接着我们就要拆今天的主角——运动蓝牙耳机 New Force BE Sport 4。它这地方有个缺口，把它压下去就可以打开。打开之后呢，这边稍微拨一下，左右稍微拨一下，就可以把耳机拿出来喽。 真的是非常注重包装。好的，那这个就是我们今天的主角 BE Sport 4 运动蓝牙耳机。接着我来教大家如何替换它上面这个耳塞。耳塞要怎么替换呢？其实很简单，我们只要直接把它往外拔，就掉了。特别跟大家讲一下这个鲨鱼鳍，我们找出左右两边，这个要怎么装上去呢？一样，直接套上去就可以了。 那为什么要套这个东西？就是它可以扣在你的耳轮上面，让耳机更加的稳固。然后我们再把耳塞塞上去。喂，等一下，我发现它鲨鱼鳍有分大小，大小鲨鱼鳍，所以这个 king size 的鲨鱼鳍可能就是给我们这种巨巨耳朵用的，耳轮比较大的好不好？适合这个巨巨鲨鱼鳍。哇，那这样一大一小，没关系，我试看看。 我试看看大跟小的差异，好不好？好，我现在试这个小鲨鱼鳍。鲨鱼鳍还 OK， 还 OK， 很稳。接着我就来试试这个巨巨鲨鱼鳍，一样直接滑入耳轮之后塞进去。在你这样滑进去有什么感觉？哦，感觉我的耳轮被这个巨巨鲨鱼鳍给充满了。
据说这款耳机使用的石墨烯振膜能让声音的声波反弹更具有弹性，因为石墨烯振膜比一般振膜轻很多，会很快回弹到原始的位置，使音质更好。那关于这点，我个人是给予肯定的。在不同时段，我听的曲风也会有所不同。练琴时会听乐曲，等车时爱听流行音乐，重训时喜欢听重金属摇滚，那睡前喜欢看点片。老实说，这款耳机的高音细节以及重低音的厚度都表现得非常充足，而且通过 IPX5 防水认证，就算运动飙汗或从事户外活动时突然下起大雨，也不用担心耳机会坏掉哦。这款 BE Sport 4 耳机完整充电后拥有10小时电力续航，快充15分钟则可以使用2小时。充15分钟可以用2个小时，真是不错了。好的，那以上就是这款 BE Sport 4 运动蓝牙耳机的开箱评测，有兴趣的朋友连结会放在影片下方，或是大家可以直接在网页输入 Optoma New Force 进入他们的官方网站。另外，在8月31号以前，他们的官方有个网美马拉松以及网路马拉松的活动，最高奖金有10,000元，官网详情一样我会放在下面说明栏，那有兴趣的朋友就欢迎到 Optoma New Force 的官方网站逛逛咯。啊，今天的影片就先到这边，有任何问题欢迎在下方留言，我是健哥，我们下次见，拜拜。Non più dovrai far feloni amoroso, notte giorno di torno girando, delle belle turbando al riposo.Ma ci sei tu a dolcino d'amor Delle belle turbando e riposo Ma ci sei tu a dolcino